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放浪时尚说台》，我是陈建宇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这个 Danger 的游戏。基本上这个游戏是一个就是像僵尸杀我，我杀僵尸这样的啦，就这样的游戏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游戏。收集僵尸的掉落品，得到的弹药。可以获得金钱的奖励，就是你死掉，然后你就可以拿到钱，这样啊，你死了就可以拿到钱喽。快点啊！Danger 2。All right, let's roll。这就是主角啊，就这样啊。只有要找水给他在这边浮起来啊，这边又有水啊，几变态一下这里去。穿过通道，穿过就穿过喽，穿住啊！我通道通，通道直，找到出路，目标已完成。OK， 第一关完成。第一关就这样废啊！因为这种 game 第一关一定是很废的嘛，这种游戏第一关。特殊僵尸很容易受到爆炸皮伤害，还有特殊僵尸。宝贝，这个也是第二关。离开地道，这个游戏目标是什么？Oh,
this far without you. Oh, that was close.任务完成。血肉模糊亮啊，又不是能量哎、欸！什么玩意儿？周围应该还是有别的那些人会帮我们，应该是别有别的东西用的。OK， 这个是那个。
整个附近都有僵尸。整个附近都有这样多僵尸啊。对，完了，如果你们有兴趣要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订阅我们陈颂实况台或赞我们一下量啊，我就出第二集。